感觉怎么样？会很痛？会有稍微痛。嗯，但是感觉会比较轻松一点吗？有，会比较就是比较松一点，本来是紧紧的，现在就比较松。进去啊。嗯。人家就觉得说对，就是牙齿不错了，保健了。对。所以你这样上个学期学习之后，又也是有在在家人身上用到吗？有啊，就想说能够学到之后，可以帮家人这样做才好。对呀、啊，可以养成全家都可以。就第二堂课复习，然后再加上正确的刮痧手法，然后练一练，下个礼拜就正式进入到十二经络。很基础的教法，对对对，基础的一个手法一定要做。帮助呢？因为它是一个偏部位械啊。对。皮肤敏捷，然后你如果教到经络的话，整条经络的话就有阴盛阳降的一个敏捷。那现在目前就是你就部位刮这样就好了。是。对。